过来，拜见王妃娘娘。民女叩见王妃娘娘千岁。你不是宋大将军的小女儿宋莲心吗？正是罪臣之女宋莲心。昨日的金枝玉叶，怎么就沦为奴仆了呢？奴婢不敢。来，起来吧。这样吧，你先留在我身边，你别怕。 到了我这儿，你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。王爷正在军中，刚才传话来，请大师稍作片刻，王爷就来。小伙计，如果老衲没有看错的话，你便是马和。是叫马和。那你就是那位。 往布政使大人庇护底下塞炮仗的了，是。怪哉，怪哉！一个下人竟敢往布政使大人的轿子里放炮仗，这于情不顺，于理不通啊！你为何要带人受过？奴才没有带人受过。你还在撒谎！ 我就是没有带人受过。难得啊，难得你的忠心一片。我问你，无端受过，你就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开始觉得委屈，后来就不委屈了。为何又不委屈了？ 二爷是主子，奴仆应该为主子担当过错。可主子要是一错再错呢？那奴才就一再担当。一再一再，何时还债？担当担当，理再何方？主公知道错了，会改，还会感激奴才。奴才应该和主子生死同命，荣辱与共。我再问你。 如果主子让你替他去死，你也愿意吗？愿意。为何？这岂不违背天地人伦？公道自在人心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回答的真好。哈哈哈哈哈！ 大师，王爷，殿下，老衲正想向燕王求一宝贝。小王知道，大师一生不屑金银，唯所爱就是字画。不，老衲要的不是物，是一个人。谁呀？老衲年事已高，一直想收一个徒弟，方才。 贫僧与马和交谈片刻，此子聪明大气，心胸开阔，尤其是对燕王忠心耿耿。
如果燕王能够允许，那就借我5年，收作亲传弟子。5、6年后，老衲定当交还给王爷一个纵横四海的干才。哟呵，哈哈哈哈，这小子是天大的福气啊！好啊，我把他就交给您了。多谢。徒弟马和，拜见大师。老衲今天给你上第一课。你是什么人？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或者根本就不是人？我。你不是人，你只是一个宦官。师父，宦官就不是人吗？宦官是牛马的牛马，奴仆的奴仆。别看你外表像人，实际上你只是皇宫后院的一个用具，就如同洗礼、痰盂和抹布一样，只是个用具。师父，嫔妃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更衣，皇上可以在你的面前如厕，就因为你是个宦官。师父，是个物件，是用具。师父。马和，你不必喊，也不必恨，你必须平心静气地听着，你一定要终生牢记，你是物，不是人。主公要是喜欢你，你就是个宠物；主公要是嫌弃你，你就是个器物；如果主公死了，那你就是个废物。师父，我的心呢？我也能把它拔出来丢掉吗？我的心没有死，我的心会疼啊。马赫，你要记住，身为奴婢，只有当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低贱之后，才能熬过艰难的岁月。面对世人的侮辱，你要沉默得像一块石头。到了那时，你即使跪在地上，也比他们高，甚至高贵得多。现在我给你上第二课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吗？知道，我是宦官。宦官不是人，是物品，是用具。错，你又错了。宦官非人，却偏偏要做人。宦官不但要做人，而且要做个人上之人。只要你不懈修炼，忍辱负重，一世拼搏，定成大器。汉朝有个文士，名叫司马迁，他无端获罪，被皇上施了宫刑。但是他既没有认命，也没有丧志，而是痛定思痛，忍辱负重，义薄云天。他数十年如一日，滴水穿石，终于修炼成了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部书《史记》，写尽了天下帝王将相。但最了不起的人还是司马迁他自己啊。他虽然被割去了男根，却修成了人中之圣，无冕之王。马和，你过来。你仔细地把这张图看好了。在一炷香烧完之前，你要将图复原。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三课。善哉善哉，老衲只打算收一个徒弟，没打算收两个呀。大师，奴婢奉王爷口谕，给您送点美味。嗯，好好好。贫僧这辈子不喜欢别的，喜欢的就是酒肉。
王爷今儿宴客，忽然想起大师，忙命我把席上的熊掌、鱼翅、蹄筋儿，还有一壶百年佳酿送来，请大师尝尝。大师，您心真狠。多谢夸奖。照您这个教法，早晚得把那个小太监给逼死了。旧者不死，新者不生。照奴婢看来，人只要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干嘛非要拼个鱼死网破的？你信哪？我教我的徒弟，你心疼什么呀？老衲一眼望去，你和那人之间竟有无尽的恩怨，苦日子在后头呢。老衲曾经让世子朱高炽试过，他评回这张图用了两个时辰，二王子朱高煦呢，两天也没有弄成，看来马贺是外愚内秀，天生便有慧根。老衲没有看错你。听着，贫僧不教你四书五经，也不教你唐诗宋词，贫僧要教你易经八卦、阴阳五行、天地六合，教你那些士大夫们所不耻的歪门邪道。这也是和尚我立身之本。恩师，徒弟受教。你师父骂你，你生气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摇头了。你在我后边，你点头摇头我也看不见，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其实我平时也不爱说话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喜欢大海吗？大海？对，大海。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想。大海什么样啊？我也没见过，但我听我爹和南宫讲过，将来我一定要去看大海，我也可以带你去。这两个老山参就带给岳父大人，就说没有父皇的旨意，我不能擅自进京，祝他老人家福寿双全吧。王爷前次进京，朝野皆知，虽然父亲大寿在即，我倒不愿你再取京师。时逢多事之秋，我们应该谨慎才是。王爷的苦衷，我一定转告父亲。你就放宽心吧，岳父大人戎马一生，神鬼皆惧，这点小毛病不碍事的。去去去！千帆委训，父皇没有当面斥责我，已是格外开恩。此时我如果再去京城，必受瞩目，引人猜测。快点开门！就就就！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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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！你这是怎么了？父亲他跪天了。什么？妙姐，姐姐，什么？告诉我，
岳父大人是怎么死的？去年秋天，父亲的背上患上了毒疽，只能饮水，不能进食，养了一年，马上就养好了。可是皇上派宦官送来了一只烧鹅。烧鹅乃大发之物，患毒疽者最忌讳。上次一到，我们全家人都吓了一跳，大家要替父亲分食这只烧鹅。可父亲他猜到了皇上的用心，独自将那只烧鹅吃了下去，一边吃一边还就着烈酒，不许人碰。两个时辰以后，父亲背上的毒疽发作了，创面崩裂，鲜血喷涌。父亲忍着剧痛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：臣感激圣恩。听说父皇得到了岳父的死讯后，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宫，自个儿大哭了一场。皇上赐了父亲为国公之尊，筹办了开国以来最豪华的国葬，给了父亲最大的哀荣。岳父待我情与骨肉，恩同再造，我统兵打仗的本事都是他老人家一点一滴教出来的。皇上处尽一切功臣元勋，自残臂膀，他的心里也在流血呀。我觉得在皇上的眼里，大明的国运比亲情良心要重得多，朱家的血脉比天下苍生重要得多呀。爱妃，朱家有负徐家，有负天下。王爷，您一定要答应嫔妾，您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不能这么说呀。嫔妾担心，你哪怕有那么一点恨，皇上在千里之外也会感觉到的。皇上他太精明，太可怕，越老越可怕。王爷，你要好自为之，亲力自保啊。可我是他的亲儿子。江山之前没有父子，社稷之下骨肉相残啊。我上个月进京面圣，劝谏父皇解除海禁，撤销片板部的下海的祖训。会不会是父皇以为我心怀二心，另有所图，因此连累了岳父大人？王爷，嫔妾只对你说一句话，无论王爷将来做什么，嫔妾都会生死相随。此次皇上不知有什么事，如此急着要召见各位王子。自从燕王从西大将军之手接过兵权以来，数次交战，每一战必胜。皇上少不了利用漠北大捷，昭告天下臣民，以此来振兴大明王者之气。第二点呢？一个急字，又说明朝内的确出了事。以贫僧推断，可能是太子又病了，
而且病得不轻。贫僧听说，皇上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四子燕王最像朕。”请问燕王，天下还有比这更高的赞誉吗？可天下还有比这更危险的赞誉吗？皇上的一句评价已经把你置于刀枪所向、万夫所指的境地了。你要么争取地位，要么任人宰割。真正的避祸之道只有一条：自取其祸。取祸就是取天下。大师，你是要逼我祸及满门呢？洪武初年，父皇下旨禁海，载入大明律，违令者灭族。历代王朝均没有明令实行过禁海，也不曾禁止过海外商人来朝贸易。洪武皇上是千年以来首位下旨禁海的皇上。大师啊，取消海禁之事我已经想了很久，对父皇的国策我却有不同之见，但位居人臣，我定会恪守为臣之道。实行海禁关乎国本，皇上推重农抑商之策，行的是闭关锁国之时。皇上为求天下太平，在祖君路中严令，民不出一里，商不出一村，违者一村之民均有连坐之罪，片板不得下海，违禁者以通敌谋反者论处。父皇这么做都是为了顾位安民的，可百业不旺，农贫商漏，大明何以国富民强？恕贫僧直言，为大明的发展、天朝的兴盛、殿下忧国忧民，和皇上能理解吗？眼光不同，胸襟不同，殿下何以说服皇上？机遇变了，国事变了，殿下又怎能让皇上改变初衷？国策之争，实乃根基有别，天降大任于燕王啊！马总管，你可回来了，王爷正等着你的信呢。王爷在哪儿呢？何大师在后花园。好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为权谋所动，本王绝无篡帝之心，也绝不被乱政之名。燕王成就了自己的名节，却耽误了国家，贻害了百姓，小节和大节又该谁先谁后呢？殿下，禀告殿下，南巡宫密信。荒唐，贪官污吏，海边人无以为生，胆大的就下海捕鱼，地方官员胡说是出海通敌，居然带兵屠村，杀了309口，这祸闯大了，百姓被迫无奈聚众造反，该灭库里九族。殿下不要迁怒于地方官员，他不屠村，皇上就要灭他的九族，他只不过是执行皇上偏板不得下海的旨意。临海多为山地，五谷不兴，百姓又如何活命？长此以往，必然铤而走险。这次海边出事，百姓造反，那就是明证。此次进京，殿下务必慎之又慎，绝不可意气用事。太子病重，皇上借此考察储君之意，昭然若揭。皇上已临古稀老迈，更会以其万年之后的社稷大业为重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敢宣更张、离经叛道。殿下留意没有，圣旨里皇上有了在海边建立卫所的意思，
皇上或许是想让殿下上书奏请建立卫所，皇上便可再次嘉奖殿下，燕王便可领袖众王，将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任。不，奏折我可以上，但不是奏请建立卫所，而是奏请罢黜此役。今天听各位王爷陈述国策，燕王口无遮拦，恐怕犯忌了。他说了些什么？皇上说要在沿海一线修建卫所，可燕王却打了横炮，意思是卫所不能建，还说要造大船、建水师，还要到海上去打倭寇。哎呀，坏事了！你知道吗？皇上说过片板不得下海。燕王此举必受斥责。哎呀，此事都怪我，进京之前大师嘱咐叫殿下说话要三思，不可意气用事。我说你一个小太监还能管得了主子呀？告诉你吧，皇上不但没罚，还夸了燕王呢。怎么夸的？远在北疆，心系天下，不畏责难，仗义直言。皇上还赏了燕王东西呢。什么东西啊？皇上御笔写的《祖训录》。哦，大事不幸严重，父皇赐给我一本亲笔所书的祖训录，并且派人将其抄录于勤政殿的正堂乾清宫的东壁，还特意晓谕诸王，限时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，不时阅读，也便于父皇随时耳提面命。这是要告诉殿下，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改易，用心良苦啊！殿下的锋芒到底没有逃过精明的皇上。父皇还特意说，新政变法，沽名钓誉，华而不实，不如踏踏实实的为国家做点实事，给百姓加一碗米饭，添一个汤。苟做聪明，更改典章，就是违背祖训，必将咎由自取。殿下为什么要执意进谏，痛陈厉害？殿下是想激怒皇上，躲过风口，避开浪尖，还是想自保啊？可是殿下，事到如今，你不能躲，也无处可躲。枉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解万民于倒悬，此乃天经大任以燕王也。
你到过天方吗？什么？天方，一个神仙住的地方。天方。我父亲小的时候，曾经和我爷爷一起去过天方朝圣。朝圣？朝圣就是去拜神。父亲说，拜过神之后，人就不会有烦恼，不会有苦难。 父亲还说，那里有一片非常非常蓝的海水，比天空还要蓝。人们叫它红海。真的？海也有红的？嗯。父亲说，要想见到大海，先要走过一片大沙漠。我记得。 父亲还说过，沙漠就像大海一样大。沙漠？那是什么？沙漠里面最缺的就是水，能把大大的骆驼都给渴死了。好多朝圣的人都渴死在那里了。肯定有人没有被渴死。 你爷爷还有你的父亲，他们不就走到了天方吗？你走出了沙漠，就到了天方。在天方那里，住着好多好多的神仙。那里还有神奇的树叶，人只要一踩上去，就能够飞。还有长着翅膀的骏马。 你骑上以后，想跑就跑，想飞就飞，能漂洋过海，上天入地。那里还有会唱歌的鸟，它能听懂人的话。你把心中的愿望告诉它，它们就能够带着你，带着你的心愿，飞上九重天。我将来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方。 那，你能带着我去吗？带你去。嗯，我也想去。啊啊啊！启禀殿下，大事不好！禀，北平周边居民有少数士兵闹事，与王府卫队的人打起来了，双方动了兵器，死伤数十。怎么回事？都是为了抢夺军粮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是怎么管事的？ 将士们断粮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他们平时心里头只有徐大将军，邱将军弹压不住啊。军营里已经有人开始杀马煮肉，将士们饿得受不了啊。进城去抢粮食的时候，还杀了老百姓。你把为首的给我绑了，斩首，依仗军法。遵令。慢。闹事的赵克将军和李龙将军。 似乎都是为国公徐达的旧部。正是。殿下，此刻稳则消灾，机能生变，不如先兴全力，运回粮草，待人心平复以后，军心稳固，再图大志不迟啊！我何尝不知道军粮乃兵家之性命？无奈连日大雨，桥塌路线。 军粮送不上来，催粮的人我已经派出去好几次了。大营里的军粮还能支撑几天？已经见底了。你先回营吧，告诉将士们，就说燕王将击鼓声仗。遵令。徐大将军一向带兵军纪严明，不至于喝了几天粥。 就闹出如此大的事端吗？不仅主了军马，还杀了百姓。大师有所不知啊，岳父徐公先逝之后，其旧部受到朝中各方排挤，不少人假借各种由头死散以求自保。要不是我多方袒护，早就株连无数，血流成河了。果真如此。
那么这次事变就变得更加蹊跷，这里面一定有诈，说不定是有人做了手脚。你是说胡成？他为何要上下其手，步步紧逼呢？胡成微不足道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人。现在胡成竟敢如此大胆地挑起事端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：太子病危，皇上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储人选，那个人就是朱云文。北平的30万大军一旦闹出大事，皇上必然责罚于我，那么胡成就等于给朱允文立下了奇功一件。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，砒霜可以致命，也可以入药救人。徐公旧部受到排挤，处境危难，殿下正好趁此良机，雪中送炭，将计就计，收复军心。一拿兵权，二平祸乱，于情于理皆无瑕疵。殿下无语，实在是因为心中有结啊。其实殿下怕的只有四个字：结党营私。结党无疑，营私不然。结党如果是为了社稷大业，就不是私心；如果是为了大明继往开来，赢的就不止此地。福兮祸所至，祸兮福所依。殿下要想今后统掌江山，那么今日就必须拿到兵权。燕王殿下，张玉将军回来了，快出去！快！殿下，罪将张玉叩见燕王殿下。你受苦了。末将奉殿下之命，从京师向北平押运粮草，可一进山洞便逢大雨，道路全被冲毁。末将催着人马趟河前进，可到处都是河水泛滥，洼地一片呀。每过一段路，为保粮草，都要倒下去好几个兄弟啊。他们推着车，走路都能睡过去，脚下一软，就倒地累死了。殿下，末将没有给殿下抹黑。运粮的将士们也没有给殿下丢脸，淹死的、累死的，成十上百，唯独没有一个逃兵，没有一个呀！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末将从山路掉下山谷，全赖殿下天威。落在一棵大树之上，要不然末将就不能回来向殿下复命了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把这姜汤喝了。胜仗。
张玉将军不容易，人有粮，马有草，先吃顿饱饭再说。是啊，你呀，啊，就知道吃。这些粮草是燕王府的将士们冒死运回来的。张玉将军都差点摔死，你呀，先谢过张玉将军，谢过了燕王再吃饭。你这个吃货，哎，都说燕王治军有方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说的对，谁也办不成，快点，燕王来了。 戴张玉。各位将军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泥泞，我军断粮已经一月有余，将士们忍饥挨饿，本王心急如焚呢。张玉将军身先士卒，千辛万苦运回了粮草，解了我军之困，本当重重奖赏他。但是他出行前立有军令状，3月28日之前将粮草运回，否则以命相抵。今天是3月29日，整整晚了一天，军中无戏言。张玉虽然押粮有功，但贻误军机，坏我军纪，情有可恕，军法无情。将张玉推出去，斩了。梦多深，知多浅，几人懂？天多高，路多远，谁能猜？把命运当作舞台，演绎壮烈，让时空化作笔墨记载，好吗？心。